买了吐司回来。你买那么多不抵，我吐个丝。哎，真是。我超级喜欢。你有没有吃过热的？没有。哦。有一家店有热的，哇，简直了！我没有遇到过。下回有空我买得到，给你买一个。等你带回来的还能热吗？等等等，我可以不看着切。不看着切，这个真情实感了，这个切，这种是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发生的事情吗？马总那意思，你少给我装蒜，我啪啪啪。这里，小心台阶哦。哎，这楼梯蛮好看的。小心台阶这句话，前一天是麦姐对他说的。是吗？真的假的？啊！来，给我往回倒。小心。哎。哎呦我的天！小心台阶哦。哎，这楼梯蛮好看的。所以你爸妈也在这边吗？嗯，不在。不在。嗯，如果他们在，我怎么会才刚来一年呢？也是。有没有喜欢上这里？我很喜欢啊，我就是因为很喜欢所以才来，我觉得这儿特别舒服。那就是毕了业打算在深圳工作？对啊。挺好啊。不然我就接着在外面读了。想去哪里玩，后面记得要喊我，带你去，带你飞。哎呦，说好了买那个铁丝网是吗？然后结果买了一车的东西。看你喜欢。我想吃个香蕉，哎，超甜椒。超甜椒。哟，这两个人我有点觉得甜呢。想吃榴莲吗？我不敢买，他们万一不喜欢吃怎么办？没事，我陪你吃。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看不了这个，我太难受了。超爱吃榴莲。戴一下口罩。要买一点这种吗？哎，这种可以哦。我帮你挑吧，你小心冷到。你要拿走？我帮你拿吧，小心冷到。这也太宠溺了，我这。咔咔咔的来。你小心冻到哦。穿那么少哦，想买什么零食吃吗？巧克力喜欢吗？不用怕，就吃不胖，老在担心。哎呀，你喜欢吃纯巧还是？这是70%以上的。92%还是80%？你看你。这个85%。嗯，好 ，Let's go。当做给你的饭后甜点，苦点。好苦点。两个不会做饭的人是如何逛超市的？买的都是现吃的，对。今天买的都是甜甜的。哎呀，我就是嫉妒，我没有别的。哎，我已经知道第一位了。没事，都给你知道都行，拿去刷。哎呀！我不管。干啥？干什么？哎呦！哎呀！有点胃疼。天哪，痛吗？现在刚才一下有点疼，然后没事。哇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，哇，咋了？你要胃药吗？没事没事，刚一下有点疼，然后抽到了是吗？嗯，别，我们去躺一下吧。 好不好？我们家没有胃药了吗？没有。哎，看一下。对啊，那个药箱里应该会有的吧。藿香正气水可以，只有啊，藿香正气水要不要？我觉得这个可以一点。我刚冲了一杯了，好了。
没有胃药吗？没有。马董，赶紧下楼买。说实话，晚上吃姜行吗？晚吃姜赛砒霜不是？但没有他胃疼，驱驱寒是可以的。嗯，这可以啊。嗯，就感觉这一集对马董加分很多，工作手链开始。对，就我觉得什么都比嘴上只是嘴上说说的好，至少他动手了。快！你是我也是，你不是我也不是。你太过分了吧，你这个人。他这里的好像是小只，你要什么味道的？草莓你要吗？是芝士吧？你就是想吃，找个人跟你一起。我们学校那儿有一家面馆的牛肉丸贼好吃，一般饿了单点牛肉丸跟鲜牛肉。讲的都是我感觉以前的回忆。这是谢谢，这是以前的回忆吗？我觉得贼好吃。小马在干嘛？不吃吗？不吃了。一起吃啊。不吃了不吃了。吃吃你们吃。吃醋了？吃醋了。有点小扁嘴的样子哈。走，过去看看他们在干嘛。Hello。 来了。哇哦，这里环境不错啊。我的眼神儿。你在这来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会。有一会儿。一会儿会。你有来过这吗？第一次来。所以这是你的想来的地方之一。喜欢大自然一点的环境，除了有一点点热。还好不会热。你看一下你想吃。你先吧，别客气，别饿着了，还在长身体。马老害羞了。在吹粥吗？粥冷了，喝汤。吹粥喝汤。还这样看马董还蛮帅的。你在那可以摸一下他那个头发，就是给他。马董不敢动。不要太过分了。我敢向你试试。跟我细呀、啊，小孔这眼神儿，害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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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，哎呀，哇，把我吓到了，没事没事，扶着扶着来。扶着来倒滑。陈思这个表情是有心跳的感觉的哦。不行，我本来不紧张的，然后你扶着我就很紧张。我觉得你滑得比我好。真的吗？多流畅。
下，就是说后面又来了一位女生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在深圳读大学，在深大，对，00后，嗯，就是我和她是有一些共同的话题的，就比方说音乐，比方说一些聊天，她可能是比较认同。嗯，比较赞成我的一些想法，就他觉得说，嗯，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嗯，他一来就是那种很纯粹的，就说啊、哦，我要跟你互动多一点，我要跟你一起听音乐，嗯，然后我也要约你出来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活动。嗯、就是我跟他相处是真的，就是觉得说很放松的一种状态，包括说聊什么，我感觉跟他就是聊得很放松、很舒服那种，就大家两个人都聊得很开心。我没有出现过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我的理想型，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我觉得大家性格相符，又觉得哎聊得也不赖，就是说我哼的歌他基本上都能接得上，嗯，然后他对我都比较主动的，没出现过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一时间就我自己也觉得说有点乱了阵脚，有点烦恼，对，嗯。那我感觉好像你怎么说来说去，就像是两个心动女生了。哦。也不是说两个心动女生，就是说因为我选择的是这个，但是我们又要继续相处下去。我以前出现这种情况，那我就是说不理另外一个女生了。就说喜欢是本能，但是爱是克制嘛，就相当于是这种感觉了。嗯，你可以说多这个人，哎，你开始跟他聊聊多一点没问题，但是也就止于这样子了。但现在给我头疼就是说，大家是在一个小屋里生活，对，还得天天见，所以我比较痛苦。所以他说的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小孔。大家一起做饭，那我跟这个我就看到那个人另外一个女生肯定脸色会有点不对，我是能感觉到的。所以还是有点苦恼，现在就是。总要做选择的嘛，总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回去啊？对啊，我看书。人家找你来了，你上来拿一杯茶走。来看。哎呀，那你来看。哎呀妈，整的是干啥呀？哎呦，看着这个着急呀、啊！这有笔记本的充电线吗？哎呀，你不去有人去了。哎呀，后悔了，现在有。我要窒息了。这有笔记本的充电线吗？对了，什么？怎么办呢？我写作业，介意吗？没事。完了，这更不能去了，这回彻底不用去了，没口了。唉。也不说话了，他们四个。噔噔噔噔噔。当当当当当当，贪婪的空气让我伤心而又坏脾气。没有你，想离开谁的雨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看吗？嗯，你觉得设计的封面好看吗？什么设计的封面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放你说那个专辑吗？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。啊？你
我的心。多情人却自找难堪。小孔吗？看到那个，啊，这都哭了哈。也挺好的，找到了一个能聊天的女生也不容易。所以你自己也好纠结。我以为我不纠结，但是，骑在那里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一个人自己在那里。心疼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这是万人迷的烦恼。我如果是万人迷，我还会苦恼。但是你现在完全是开放式的，你是自由的。我知道我是自由的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以为我不会苦恼，那今晚就觉得。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会有很大的差别。差别会有什么差别？我想听一听。就是昨天我在书房，其中一个就会说，我感觉你像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。然后包括当时也很多人在场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不方便进去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你需要陪伴。另外一个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进来。找你聊天，那你觉得肯定给你心里的感触是很感动的。他叫他进去他没进去。那我是觉得说哈，对于这种犹豫或者是说相对于没那么直接的，跟我一样都是属于那种自我保护欲比较强。如果说两个人都是这种性格，这段感情会很危险，对，会很危险。很难。有我们在呢，请你勇敢点。你在我们面前真的可以完全做自己，因为我们对你是完全包容。我觉得我们九个人彼此真诚就够了，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敢爱敢恨很潇洒的人，我觉得只有这个样子你自己才不会被束缚。是的，麦姐说得好，如果碰到喜欢的不要纠结，
真的，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两全的。你今天有约了吗？我可不可以邀请你？哎呦，我的天！我看他还咋说。昨晚